大年初四的早上，马来西亚士乃新村发生火灾，造成了一对患有智能障碍的华裔兄弟失去家园。由于事发突然，整栋房屋几乎完全被烧毁，两只家犬也因为来不及逃生而葬身火海。它的窗口全部都是火苗，就很快的速度，你就看到它开始白烟变黑烟，然后接下来就屋顶就不见了。经过大火吞噬的厨房一片凌乱，被烧得焦黑的铝罐和铁桶散落一地。在客厅那边浓烟大火，给路人看到就赶快讲啊，你家隔壁着火！哇，那时候当时我孩子在家，帮忙去看哦，看原来他在里面，好像在客厅中间啊，烧火堆，烧那个纸啊那些垃圾。早在十多年前，兄弟俩的母亲就曾接受过慈济的长期补助。在妈妈往生多年后，能够再次见到蓝天白云的志工，他们感到熟悉又亲切。感恩所有的师姑师伯们来看望我，我真的很感恩。接下来啊，我可能会好好的跟我姑姑做工哦。能够重建自己的家园，好好的照顾一个弟弟。OK， 感恩。送上物资和慰问金，重建家园的这段路，慈济的关怀也不会间断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